一包，不好意思，不给我啊。对啊，你看我拿，你觉得我要打他，还是要把他踹走？有顺序的哈。妹妹来100块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真的很讨人厌哎。对啊，你下礼拜再来找我啦，没有买到，好不好？来，海鲜卷来，找你一下，给我一包进去。哎，刚才有人要点雪鱼出来，来，不好意思，一包啊。还要点雪鱼来，鱼肚准备在桌上是吗？桌上，桌上全部了。好，来，加料，要吃加州。没有，就跟讲那个这一次用的谱是更好的 A 鱼，那 A 货的，懂吗？来，有没有要吃加州鲈鱼的？人家是木鱼头。好，来鱼头。好黑哇。这个鲈鱼我特价给你吃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条鲈鱼随便你怎么煮都好吃，这个叫江州鲈鱼。我要去清山干煎红烧糖醋，你要煮汤也可以。好，这一杯要多少来鸡鸭鸡？两杯要多少四鸭四？要吃加州肉，卖讲才400，烧了300过来，加州鲈300，你要我来200块？来200块。大尾刀200，来，妹妹有要吗？200，爆了，两只来150。来两位爆我喝的了。来妹妹来爆。来150。没有了。没了，没有了，我都说下杀，你们都没有听清楚，不要再聊天了。来这边看妹妹卖鱼，姐姐卖鱼要认真听讲，因为我神经神经的心灵飞飞，卖的时候是神经病。好，等一下下场就不一样的人来，鳕鱼来卖完，卖昂肝，昂肝我也等一下来特价来。好，来清蒸鳕鱼，肉酥鳕鱼。干煎鳕鱼，最后两箱没有鳕鱼，章鱼脚那个脚，哎，这个哥弟弟要章鱼脚，他就喜欢脚。Sorry， 等要打他、啊，姐姐要怎么打？你要再选他选都可以。好，今天要老贼一样哥，妈妈还有黄姐，不用紧张。老贼要老贼来给我放，买三袋，买四袋来，来。等一下，那个大只的金木鱼也会特价。新得要老贼，把它请过来。最后两箱鳕鱼看得来，新得就三五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有人没有？八袋再算要八袋来，九袋，九又带一袋来，十袋来。来十袋，一箱有人没有？再吹，也再吹，十片正鳕。最后七袋来，料细的，再一袋来，请过来，十片来，记得。来，前面，对。最后了，都上去了，鳕鱼都在桌上了，没有再苦了，好，没有再鳕鱼了，没有再苦了哈，来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八袋来，九袋来，十袋来，妹妹来，十一袋来，清蒸鳕鱼、豆腐鳕鱼、干煎鳕鱼，你看，三袋、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九袋来，十袋来，十一袋来，起来，请过来。三袋来，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，九袋来，九袋来，十袋来，十一袋来，十个。来，请过来，谁啊？来，十一片鳕鱼1000块，借一台车子给那个旁边去接的，来那个啊，来上面鱼这边，来，吕小姐给我。十一片鳕鱼。哇。来几袋来？来两袋来鳕鱼哈。哎，三吹，三吹来两袋来。这边爸爸。三袋四袋来。外面有吗？没有了。这边爸爸要哦。没有了。来，最后来1000块，十一遍来，最后五遍来500块。来，我爸留啊。我爸。来，这边。里面还有吗？来，下一个给我来，鱼肚来。下，章鱼脚给我来。下一个鱼肚。海瓜子肉给上大，那个没有那个。不是我真的没有看到，对，拜拜，谢谢。这个鱼就是你们喜欢怎么煮都好吃。来，拌点叉口来。阿姨谢谢哈，辛苦了。啊，谢谢。哦，那再叫啥？章鱼脚。要会煮再买啊，不会煮不要买啊。
很贵，不是？好，一条尾老侪来放三，两条尾你也是，买三条才买三百块，卖公开五百，烧鱼抢哦，过年你要烫一排，爸爸你今天又来了，赞助失败被买走了，你儿子最孙子最爱的，好，卖公开五百，四百，你很可爱，都这个时间来，烧来三百块来，一只够三，一只够俏嘞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 ，OK， 来去。三百块，章鱼脚三百块，要来谁要？三百。好，不要洗白那边了，三百。这个吗？好啊，那个小章鱼，石墨的 ，OK， 来三百。结果，这个你快去逛没关系，因为它真的蛮贵的，来三百，来第二章鱼脚，小章鱼的。这个要计数，那个不用计数的。哎，因为那个我也不会煮，每次煮起来都跟石头一样，懂吗？好，会比较硬，你火候控制的不好就会硬，所以吃起来像橡皮筋。但是这个不用火候，我教你，懂吗？没滚，能焖五分钟就好了。对呀，谢谢，待三个小时啊。阿姨，拜拜。好，这个是从苗栗来的招，亲友团，不是亲友团，他们那一团是亲友团，四个姐妹都一起来，每年都是来的，哎，不是我的亲友团，就是很熟，因为他们跟我买很多年了。哦，来，小章鱼，回去要杀，不然要杀哦，我们这要杀开哦，来，水给我。你要三杯，要炒青菜都会，不用计数，只要水果的烫一烫啊，不要烫太久，它是不会老的。好，一杯的八杯的扣，刚才都有称了，这样要两百一。不要讲，翻回来，来 ，OK， 三百块，这个嘛，三百，那有一条鱿鱼，它有三百块，三百扣，三百扣，三百，杯杯杯，来给我来，三百扣。等一下，我卖你一条了，一条买三杯，那边三，三百。他走嘞，这边啊，来，加三了，加三了，站这边来三吧。现在我要开始要求同情了，哎，今年最后一次卖鱼了，拜托同情一下。贵先啊，我之前都不同情，因为今天三八五浪费了，爱情牌下来三八。来右边了，哎，阿亮不笑嘞，我以后要用这样三百块。傻霸抠，傻霸抠，爱听政策。对，真的好有用哦，难怪他很爱用。傻霸抠，傻霸抠，章鱼，小章鱼傻霸。好，就只要杀三杯炒青菜，啊，这不会赢。傻霸抠，傻霸，傻霸，来来，姐姐，你这只多少钱？这很贵哦，这要多少钱？你讲，随便你讲啊，赶快，姐姐要商量这个多少钱。先卖这个，来动动牌来。这没有很贵，这些到站这么久，你们站多久我都有在看哈，哦，懂吗？你站越久，什么东西不用钱的我都可能会送。好，哦，谢谢你们这么捧场来。啊，过年期间不要最后两个礼拜，要提早来，提早来。下个礼拜就开始算啊，过年的档期。哦，不要说越后买，越后面买越便宜，没有会越贵。好，哦，来，再讲三把一豆来。而且昨天很多客人是网络客打来的，奇怪，我都没有上网，为什么会有网络客呢？好，来这个来，好，稍微有细致，等一下特价黄鱼拉出来，黄鱼拉出来，好，要买黄鱼的准备哦，三个箱，一袋买偌济，有另外一款游戏啊，有没有字？有，稍微细致，两袋买偌济，伊也是买三袋三人，买只三百一袋，卖公开三人，三个人三百块，一袋够呛，一袋够送人三百块，私募一送三百块，用煎的，有稍微细致哦，这个你们都知道，再送一片，三百，来三百块。五袋，就是中学才有一挂幼齿啊，啊，不过卖你齿卖伊好食，搁卖你甜。来，最后再有人没有？是五袋，两袋、四袋，腰酸酸的，不能怪我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十一点到现在还没走，这边有帅哥帮我拍，你都不怕久了，我下场了。帅哥，我下去尿尿了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喝了两瓶水还没下去，沙发来六片三百，来给沙发。这个有人帮我认。